随着 COVID-19 疫情影响，服务孤单老人的华山基金会除了欠款大笔的募款，连一般小家的捐款拢减少真多。不过相关的服务未当停困，所以李伟陈天辉甲议员陈一丁每下国际赛主会三空空地湾区，上个由林江河总干代表，除了捐赠100,000的善款，和华山北区爱心天赛站。需要马前往专门服务家友的临安基金会，同款捐出100,000，希望成为爱的桥梁，抛砖引玉，互因度过疫情的难关。今天真的就感谢咱300,000是我们的总监的哈，林总监，可以做出这样抛砖引玉的一个动作哈，因为在这一段时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所以咱怎样就是经济。活动拢暂停，而且吼嘛，影响着真侪企业啊，因的收入吼，所以伫这个时间当中，变成足侪咱的社团要去募款的，变成产生了一寡困难。所以今天刚讲着咱的林总监吼，抛砖引玉，希望我们社会各界人士，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力量的话，我们尽量做这小团的好团的那种。嘛，因为特别咱各团的爱心，那我们都变成一起变成一起的照顾一寡渐渐下降的咱社会边缘人，而且需要照顾的人。这一次针对关怀弱势、关怀饥饿这个区块，我们在做一个捐款的一个实作部分的一个呈现。那主要这一笔善款是来自于因为今年受到那个 COVID-19 的影响，我无法前往那个韩国前面区来做护法，那把这笔经费那移作捐助这种经费，华山基金会就作为那个社会服务的一个救援和一个实际的活动。对，又要感谢我们2020普利斯指挥的一个领导事业的一个无私奉献，来促成了这件美事。以华山基金会为例，每一位长辈服务经费每个月大约1,250元，以大台南目前2,600位当年的服务个案来算，确实面临真大压力。加上疫情捐款减少，所以这笔善款参照救火钱同款重要。也希望各界和爱恩惜和点点做代志社团上大支持。台南新闻，军籍张硕为采访报道。